好，那我们就直接等一下，我想多讲一些话。好、啊，你说像是我们刚刚在打羽球吗？对，我们刚二打二，我们刚二打二，谁？他们输，我们两个赢了。有玉婷的一定会赢。对啊，对。他们真的不相信的，真的真的赢，真的真 的, 真的我们赢，真的我跟玉婷赢输，对对，所以说对啊。然后我们的赌注原本是就是输了就要直接上车，对，就不能表演，就是。突然我们两个就加班了，差点换歌单了这样子。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好吧，好吧，好严肃哦。那为什么？那我好奇，就是现在这边有谁是大直高中的？真假的？这个不能骗人的。嗨，哦，嗨，嗨，你好，你们好。哎，那我好奇啊，极少数。你们是国中部跟高中部一起，对不对？那国中可以来吗？还是？哦，就是为什么我高中生？因为我们歌词都不对。我觉得大家就没有听。哦，好多手指头。那谁离高中十年了？你啊，你有什么？不是我很想被欺负，他就很喜欢嘛。不是，我是说不是会下面，真的是。好啊，大家可以，我相信在场，没有，可能还会有比你大，一定有吧？哦，好吧，喂，看起来像是这边最大的嘛。老师，老师比你大。校长，校长在。校长，校长好，校长好。校长在门口穿蓝色衣服。哦。他走了。校长好，校长这个学校蛮干净的，我很喜欢。对，对啊，而且那个羽球拍随处可得。对，然后那个羽球还是新的，那个网，这个网子还没有破掉。好吧，羽毛网，羽毛网，对不起。好，好了，最后一首，两首歌送给大家，好不好？好，对，你说的算，我说的算。好，再把声音拿出来。我们等一下直接一起走出去。Yeah.
属于我们的纪念。管他现在是几点，不想被时间局限。当初你撞我面前，那张无辜的脸也出现在我面前，我不想再出现。那背后的背影，那个飞过两心酸你把给我爱你的心，不想再见面，再犯错过的爱。你爱你要泪，让我好的走到，除了表面更想不出一种巴掌，就这么过去。放松，放松，放松！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